520520，听上去就好像我爱你一样。也因为这样，每年的5月20号都会有不少人完成终身大事。在霹雳怡宝八站德教会镇明阁，今天就迎来42对新人，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共结连理，现场祝福声不断。一行人今早在亲友和注册官的见证下，正式迈入人生另一个阶段，彼此承诺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新人受访时都表示，520象征着我爱你，所以特别选在今天结婚，甜上加甜。因为我们上一次去旅行的航班的它是520，所以我们就选今天520。我们觉得我们跟这个日子很有缘分，然后他也是有我爱你的意思，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是很有意义啊，然后所以我们选这个日子，然后加上今年是18嘛，然后华人都是要一头嘛，18/18。镇明阁阁长黄富今天一早协助几十对新人完成注册的众人后，也不忘送上白头偕老满满的祝福。